各位同事，拜拜。多待一秒都是对下班这个词的不尊重。辛苦我来了。你不想利用个人的时间谈工作，我以后不会再拿工作烦你。我们来背单词怎么样？背单词是提升自己。以后我们遇到海外的客户，我们部门就有两个反应。我连这门工作都不打算做，你让我背单词？我一不背单词，二不想加班，三不想断。我懒惰，但不需要被鞭策；我社恐，也不需要被温暖；我落后，更不需要被提醒。我就想一个人的孤独的享受一些肤浅的快乐，可以吗？从今以后，不管你以什么样的身份，都不要再敲响这扇门。